不要走得太进去，不要走里面去。这边一个。这双爪还很大。这可能也今天太旱了，不然这个树。这个树会长到明年我们下点肥去。嗯，算了，不要了。这个。明年拿些肥料来，炒点，拿肥料下点肥去。还蛮甜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哇！这被什么动物吃掉了？这是果子狸，可能是。难怪没有了，你看。嗯。被它吃，骨头都咬掉。嗯。嗯，那是它拉出来的。拉出来的。我以为是它咬的。难怪没得捡了，它捡这几个，上了回去了。走吧。哇，这地这么干，我们那蓄水池有没有水了？我去看一下，嗯，我去看一下吧。有没有水啊？有一点水。哇，你来看一下。什么东西啊？有一个那个动物。什么动物啊？来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哇，好臭啊！咦，不知道在吃什么，你过来看一下嘛。这是这一点点水，哇！哎呀，那边还有一个死鸟。那边哈、哦？哎，什么鸟也会掉这里了？鸟可能是下去喝水，是不是？嗯，好臭，好臭。鸟可能是下去喝水啊！这天气太干旱了。好，那就喝水。这个好臭啊！这是什么动物啊？你看，咦，他吃那骨头，他每顿吃太饿了，要不把它抓上来。会不咬人、啊。我拿着手机，你抓、啊。你抓嘞！哇呀，臭得很！它应该是掉了两只下去哈。你把那个放在那里，看它会不会顺着爬上来。来吧，就你、啊。哎，哎，哎，还真上来了。哎，跑这么快！哇，你也不等一下！哇，它会跳的。哇，这个对象很聪明哦。嗯，躲起来了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哎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你要感恩一下，回要回来看一下我们。嘿，跑掉了。拉上，拉近一点。好。拜拜，哈哈，跑没影了，可能跑到那个树上面去了。那个动物好聪明啊，那个竹子枝一放下去，它就知道顺着那个爬上来。没想到今天双爪没剪成，还救了一只动物。嗯，小伙伴们有没有认识的？我们都没看清楚它长什么样，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动物，以前也没见过。有认识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下面发言，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现在天黑了，我们要回家了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